若楠，上哪儿了？你干嘛跟来？我不来，你这样了怎么回去？我不用你管。哎，若楠，你别逞强了，那个姓吴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要是真的爱你，他能看你这么狼狈的离开吗？行了，你也别假惺惺的了，我说了不用你管。 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看你受委屈。小薇，你脸怎么了？没事。 周末在吴总生日会的时候，不小心弄破了。听说段若楠也去了，不会是他又欺负你了吧？没有，是我不好，是我看到他主动进吴总的卧室，所以我就……这么主动，果然靠男人上位习惯了。之前搞不红，现在又搞吴总，真是不行。 小薇，我昨天就警告过你，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胡说八道，我就毁了你这张脸。不好意思，今天顺手拿了杯冷水，但我保证下次他一定是滚烫的水。都在胡闹些什么？我跟若楠之间的事情，一直都是我在追求他。小薇，周末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得很清楚了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听到这样的谣言。 都听到了吧？事实就是像吴总说的那样，没有什么我勾引男人的破事儿。樊小薇才是舔着脸主动追上去的那个。啥意思呀？不知道啊，明显就是说小薇姐造谣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开会去吧。你也去洗漱一下。 今年夏初品牌大促，第一阶段完成的非常好，品牌方那边奖励是加一个直播活动，除了被加主负责之外，还要再挑选一个直播环节的负责人。按照老规矩，各自做方案，有能者居之。又是做方案，意思？不想做方案也行啊，但你就给直播拉赞助，只要是能给活动增加曝光量，就都可以。啊。 这不是更难吗？你有这个方案的时间，还不如多想想办法。我想问一下，拉赞助是指给直播活动招商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多拉一个品牌方进来，就降低了成本。对于品牌方来说，让两个不同领域的品牌在同一场活动中相互引流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曝光量，可以达到双赢。啊，但是要注意。 一定不能是竞品。进。吴总，这是我做的直播方案。还有，我为直播找了一家红酒商，叫庞巴度，正在接洽，有消息会来向您汇报的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吴楠。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说的吗？工作说完了，我不知道还要说什么。那天的事儿，你就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你有没有搞错？该解释的人是你吧？那天我跟小薇之间就是场误会，但是你跟黎潇呢？共处一室，衣衫不整是误会。那我跟黎潇简直就是萍水相逢。好，那他为什么要来接你？ 我懒得跟你解释，你爱信就信，不信拉倒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若楠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你真诚点儿。好。
既然要我真诚，我就把樊小薇开掉，可以吗？吴总这么公私不分的，你就原谅我嘛。行吧，放你一马。小薇，怎么了？这些都不喜欢吃吗？没有，阿姨你多吃点。有心事啊？来，跟阿姨说说。阿姨，我想辞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吴泽因为那天的事情很不高兴，所以最近一直不待见我。哦，有这事吗？而且段若楠一直在吹耳边风，吴泽觉得就是我故意挑拨，我觉得我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又是这个段若楠，她还真是个心机女啊。小泽也是的，以前挺听家里人的话，现在被这个女人搞得神魂颠倒的。阿姨你知道的，我是真的想好好工作留下来，这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和吴泽相处，让他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我听说你爸妈的水云集团不是正在招广告代言吗？你可以找他们帮忙啊。阿姨你知道的，我出来打拼就是不想靠家里，我不想和他们说。嗯，有志气，那有什么需要阿姨帮你。阿姨，你认识庞巴度红酒的负责人吗？还真巧了，他们的李总是我的好朋友，回头我给你打个招呼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用谢，阿姨好久都没有遇见这么投眼缘的女孩子了，你呀以后就做我们吴家的儿媳妇吧。这次的方案若楠做得非常好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直播活动的负责人就是吴总。我申请成为直播负责人。庞巴度，大牌红酒啊！经过我的努力，庞巴度品牌已经同意入驻我们夏初大促直播活动，而且愿意用最低价给我们新产品。原来是你！我说我怎么跟庞巴度聊得好好的，对方突然没消息了，是你在跳我单。若楠，你又冤枉我了，我怎么知道你聊的是这个品牌呢？就是。你别自己做不好就老怪别人。小薇你可真厉害，我听说他们这个新品白玫瑰天使很难谈下来了。我听说他们这款酒一直是供不应求。吴总，按照我们之前聊的竞争规则，小薇给公司带来了直接利益，我觉得她比若楠更合适。吴总，我在对接这个品牌很早就跟你汇报了，但把事情办成的是我，你说对吧？吴总，若楠，若楠，你听我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你言而无信吧？明明知道樊小薇耍了手段，不但不阻止，还让她成了负责人。小薇这次确确实实拿到了商单，这个是实打实的成绩，我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就在工作上让步吧。个人恩怨？你觉得我在故意为难你是吗？你可搞清楚，是樊小薇跳单在先。你先别那么激动，你这个也只是猜测不是吗？你又不信我？若楠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虽然是你的追求者，但是我也是这个公司的管理者，我也有我的立场啊。好，你有你的立场，那我也有我的，不肯帮我是吧？
我自己帮自己。树南，你。